光也是非常可爱的国宝，也是我觉得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符号和一个重要的象征。所以通过认养熊猫呢，我觉得也是能够很好的能够唤起和激发大家对这方面的这个公益事业的一个关注。为这个认养的一些善款，我们就会用到这个，可以说全部都用到野生动物的饲养管理，这个疾病防治，人员一些培训以及科普活动当中。